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这几节课都在学习发大誓愿第六，就是阿弥陀佛的48愿。我们随着每一愿的学习呀。增长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的愿力，就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的，做阿惟越致菩萨这一愿，这是阿惟越致是圆正三不退的位次了，这么大的利益啊！往生就能得到了，所以这个法门呢，连菩萨都不容易相信，难信之法，所以我们能相信啊，这个善根呢，就很可贵了，已曾供养诸如来啊，则能欢喜信此事。哎，这个经文呢，也给我们信心。我们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才能很欢喜的相信念佛法门。当然，这一生呢，那就一定要往生了啊，就不能呢。在留恋世间呢，娑婆有一爱之不清呢，临终被此爱所牵了这个要痛下决心不能再错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了那我们看下一愿。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这一愿呢，这一段经文呢，应该是总结前面的愿。这里提到啊，闻我名号，这个文明里面呢。包括了信解在里面，相信理解万德洪名的殊胜极乐世界的殊胜，而且是深信不疑。我们深信不疑，万德洪名啊，能灭众罪就不会担心这个念佛。宵夜力量不够啊，要不要再去参加很多这些拜忏的法会呢？能深信不疑了师父上人在讲解当中有提到了这个念佛啊，忏悔的力量最大。慈云灌顶法师有讲到世间人所造的重罪，所有一切经法，所以一切忏法都除不了这样的重罪啊，最后念阿弥陀佛啊，可以能够忏除说明这个佛号功德啊，超过一切。经教忏悔法这个都是祖师给我们信心呢，我们不怀疑啊，这个心就很安定这个心就不会觉得，哎，我以前造罪业还有我的份吗？不会起这些疑惑了
什么罪都能忏掉啊，不担心。哦，哦，所以这个信很重要啊，解很重要啊。啊，哎，我们了不了解阿弥陀佛？了不了解诸佛如来的心呢？哎，佛经里面也在让我们去体会啊。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大势至菩萨说了，十方如来，啊，诸佛如来怜念众生，怜悯啊。顾念着众生的，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这个"如"是什么？譬喻啊，啊，啊，for example 啊，这是譬喻啊。譬喻只能是什么？相似而已啊，其实是超过父母啊。哦，在《无量寿经》，佛说了。我爱汝等啊，胜于父母念子啊！佛哀悯我们了，超过父母啊！好，哦，那我们在座，哎，不少当父母的啊，不难理解了吧？啊，你的孩子犯错了。你会不会说不要给我进门了，是吗？啊，犯错了就希望他赶快回家，哦，抚慰抚慰他，劝导劝导他，就怕他多待在外面，啊，赶紧能回家嘛，这就是父母的心了。哦，那佛菩萨同体大悲啊。啊、哦，那有可能说我们犯的错，他不接引我们了，啊，他不可能嫌弃我们的。重要的是我们肯回家了，啊，我也遇过同修啊，哎，他就有这个障碍了。哎呀，我以前杀业那么多啊，从事杀业的行业，我没有我的份，哎，这个就形成他的障碍了。哦，当然，我们首先自己啊，不要有这样的怀疑啊，啊，不要有这样心理的障碍啊。同样的啊，有遇到有缘的亲戚朋友啊，解到他的心结啊。你看刚刚大势至菩萨这些经句啊，让众生更了解佛菩萨的心呢。啊，他就解掉这个心结了，哦，而且又知道啊，这句佛号什么罪都能够忏，啊、哦，他就把这个怀疑的心啊，觉得自己不够资格的心呢，一下转成勇猛精进了。啊、哦，所以听经闻法，哎，断疑生信啊，这个很重要了。哦，当然，我们自己在修学这个法门的过程呢，哎，观心为要，哎，自己在哪一些地方啊，会有担心啊，啊、哦，会怀疑啊，啊，这个都要用经典呢来调伏，啊，理得。心安呢、啊，直下承担啊！阿弥陀佛，这48愿为我发的，哎，我是当机者，啊，所以净土法门啊，是三资粮啊，信、愿、行，三资粮啊，这个。这个三资粮，这苦海得慈航啊！只要记住信愿行了，就能过这个轮回的生死海
而信摆在第一呀、啊。啊，藕益大师在《阿弥陀经》里面啊，《阿弥陀经要解》讲到信六性，第一个是信什么？信自己了。哎，我们很多烦恼啊，都因为对自己没信心的。哦，所以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哎，我们要相信自己啊，本来是佛啊。啊，我们就敢了，直下承担。哦，那经文里面呢，闻我名号，有信有解呀。接着系念我国。哎，那系念就是他有愿意求生啊，所以忆佛念佛系念我国呢，还有行了啊，有愿有行啊，行就是老实持名啊，而且非常向往。哎，那我们关照呢自己的状况啊，哎，跟这个系念我国相不相应啊？心里常常念着，这个叫净土为归啊，归心似箭啊，不去挂碍其他的事了啊，其他的事怎么样？随缘静心就好了。不要挂碍在心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所以藕益大师虽然给我们净土宗学人团体啊提了四点哇，这四个纲领太重要了，像净土为归啊，归宿啊。啊，不要忘了归宿啊，走反方向去了。再来持戒为本，要持戒，持戒才能得清净，心净，佛土才会净。其实人不持戒啊，就没有顺着性德了，没顺着性德啊。良心不安，心会不清净。诸位仁者啊，我们有没有撒过谎的经验？哎，讲完以后心安不安，心不清净，好像觉得这心上啊加了一点东西这个叫很敏锐啊，感觉到。讲这句话，做这件事啊，良心不安，这叫对不起自己啊，对不起别人那就不清净了，所以持戒是顺着性德，身心都是很安稳的。我们看持戒，第一个不杀生，不恼害众生呢。那我们想一想，你对人家发脾气啊，杀生了，恼害众生了，哎，他自己心安不安，清不清净啊？大家有没有经验？发完脾气，哎呀，对人家很不好意思啊，哎，我怎么没忍住了？你看，随顺这些习气呀。心里的这个不安呢，越来越加重了。占人家便宜啊，心安不安呢？这个不偷盗就不逾矩啊！老和尚经一不开解，不能有占人家便宜的念头。所以啊，修行人要敏锐啊，敏锐。因为我们
进佛门首先是三皈依啊，皈依自性觉正净啊，这个念头这个行为跟自性不相应了，你马上就觉得身心不舒服了，啊，别干这种傻事要自爱，爱自己的自性，随顺性德啊，哇，你随顺性德啊。你慢慢就觉得身心清安，啊，有法喜了，啊，不会每天心神不宁啊，人家古人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啊，你一个脾气没忍住了，发了脾气啊，在单位里面发了脾气了。啊，发完，一直在那里想，哎呀，领导怎么看我啊？啊，同事怎么看我？哦，你就在那里挂碍很多了。哦，所以持戒目标是得清净，啊，因戒得定，这定就是清净的。啊，你不随顺性德，心就不安定了。我们能。自己敏锐感受到了，哎呀，那不干傻事了，啊，他随顺性德，每天清安自在；不随顺性德，惶惶不安。那干嘛虐待自己呢？干嘛好日子不过呢？哎，啊，这修行人不跟自己过不去啊，不自讨苦吃啊。不自找麻烦啊！持戒为本啊，戒为无上菩提本啊，戒定慧三学啊，戒为第一了啊。第三，观心为要啊，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处修所以观自己的念头啊，很重要了。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而且观自己的念头要观深入一点，啊，这样才能不自欺，不欺人。啊，《了凡四训》说，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习题，啊，看深入一点。啊，所以修行人要打破自欺一关。念头很细微的，啊、哦，比方我们今天生烦恼了，要看到啊，为什么会生？我起了什么念头啊？生了情绪烦恼了，啊，你看得到，你才知道要调伏它。修行人是面对境界清楚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哎，三十七念讲得好啊，诸苦皆从贪欲起。哎，这句子说皆从句子有没有说诸苦有时候从贪欲起啊？没有，皆从哎。哎，大家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有没有马上精神为之一振啊？我就是要离苦得乐了，是吧？不然我学佛干什么？学佛越学越苦，那不是很奇怪吗？哦，老和尚说，学佛管用啊，不管用学它干啥？哎，那离苦你得把苦的原因找到。哎，你就能斩草除根了啊，不然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了。哇，皆从贪欲起，哇，把这个贪给砍了，你就没苦了。我们会起情绪啊，就是有贪求，我为他好啊，哎。这里面有没有求？
有啊，哎，你纯是为他好啊，你不会发脾气啦。啊，一定是这个为他好里面掺杂了一种，你要听我的，有那个控制要求。哎，你看我们当父母的也很练功夫啊，啊，佛门说要放下我跟我所啊，我的孩子。我养你多少了啊？我养你多久了？哎，我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啊，要关心为要啊。啊，这个念头是什么？这个念头叫住相布施。你付出啊，有落在心上了啊，所以。我们修行要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啊，这样心才会清净啊。不然啊，我们付出有留在心上了啊，当亲戚朋友的回应啊，不如我们所期待的，我们脾气就会上来了。那我们学佛了啊，佛法是内学啊。可不要讲外行话啊！不是他让我生气的，都是他害我生气的，这外行话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我们自己心动了，我们有住相布施了，所以啊，要清净心布施，布施完了，不放在心上。一放在心上了，机缘成熟，烦恼就起来了。我记得小时候读书过程，哇，那女同学感情非常好啊，连上厕所都一起去啊。哎，突然发生一件事了，两个人从此不讲话了。那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这样说，然后就生很大的忏悔了，所以恨从哪里来了？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一个人说我很恨那个陌生人？没有这种事了，恨都是恨那个曾经爱过的人，但爱为什么变成恨呢？有求了，求不得啊！哇，我跟你没完啊！所以这一句啊，诸苦皆从贪欲起啊！真正想要离苦的人啊，这句话就马上醍醐灌顶，阿弥陀佛，人生解知足啊，烦恼一时除了不贪求了，都很知足，都很感恩人家对我一天好，我就念这一天，对我只有一句好，我就念这一句好了，我就很知足了，我不要求别人了，所以这个关心呢。为要最重要的从根本修起心动念的，最后是善有为一末法时期一众靠众大家感受感受呢，一个人念阿弥陀佛念得住呢，还是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念感觉磁场不一样包含大家一起听课了，听课的都很专注不好意思打瞌睡了，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听经，听啊听啊，就听到去梦周公去了。
所以这个团体的会有一种真上的力量，助缘啊，真上缘啊，所以这个系念我国啊，这就是藕益大师强调的净土回归。哎，那老和尚这里开解了。世间人呢，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啊。细细想想啊，那些所系念的，全是六道轮回。哦，那这一句我们就警觉了。我们需要去极乐世界啊，我们可不可以念六道轮回？那不就背道而驰了？所以三世纪念。说须臾备念佛之心，不念佛念什么呢？牵肠挂肚，牵挂世间呢？刹那即结业之所，结轮回业了。啊，念佛人要清楚啊，随缘消旧业啊，不能再造很多新的轮回业了。啊，师长说，系念儿女。啊，系念父母，啊，系念家亲眷属，系念财产，系念权位，全是六道，出不了轮回了。哦，我们今天觉悟了，明白了，我们把系念要换成阿弥陀佛啊，啊，把种种牵挂通通放下。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对了，哎，这只是转一个念哦，而且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在念亲人的时候啊，我们的状态怎么样？你牵肠挂肚的时候，你是在烦恼里面的。哎，你的，比方说你念孩子啊，孩子很敏锐啊，他心上也会有一种负担。哎呀，我父母都一直念着我啊。哦，哎，他很乖呀。哎呀，每天打个电话吧，不然我父母又操心了。你有负担，他有负担，你放得下，他也比较放得下。啊，这个。父母子女是年轻啊，会起交感的。哎，我自己感受蛮深的。啊，03年呢，承德出来推广传统文化。啊，临走前呢，哎，我母亲在门口啊跟我说了，啊，把你交给阿弥陀佛了。哎，我感觉就很放松啊。哦，当然该打电话回家还是要打电话回家了啊、哦。哎，只是你，哎，这个母亲啊，不挂念的时候，子女反而心上比较不会挂碍。啊、哦，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啊，要敏锐，自他不恶。我这一个念头啊，想别人，但是我是处在烦恼。对方也会受负面的影响。首先是对自己不好的影响啊，牵挂就是一种烦恼了。啊，修行人要转烦恼为菩提呀、啊。烦恼对自己对他没好处，我怎么继续干这种吃力不讨好、对谁都没好处的事？那我就迷惑了，不行啊！学佛要学觉呀、啊。啊，皈依自性，觉正境啊，觉了，啊，不做糊涂事。哎，我现在转成念阿弥陀佛，回向给儿女啊，对他有大利益了。哎，这事情想清楚了，慢慢慢慢，这个牵挂真的可以转成阿弥陀佛，因为差别太大了。
一个是造轮回业，治他都是负担；一个是治他都结了西方的缘。理得心就安，道理真正想明白了，就安在真理上啊，安在佛号上。好。啊，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重则本。好，这个往生呢、啊，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而且发愿求生呢、啊，要坚固不退。我们俗话说的，君子立志长，啊，立了志就不变了。啊，小人常立志，常常立志就退，三天又凉了啊！说不想要学，坚固不退。啊，执重得本呢？啊，我们看到这个执就是种植种东西呢。啊，你这个植物种下去呀、啊，它那个根呢、啊，啊，就会越扎越深了。所以师长这里讲德本呢，就是指啊弥陀圣号啊六字洪名啊心上真有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啊，这个是德本而且你越念呢、啊，就好像那个根呢、啊、越扎越深越广。一念相应，一念佛啊！所以藕益大师说了以持名故我们持这句万德后面呢，善根福德同佛，所以你看种植啊，植种得本啊，哇！一下那个善根福德快速提升了。老实念佛啊，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哦，我们看有真实记载的，那个王呆头啊，他的业障很重啊，精神现代话讲呢，智商不足啊。其实什么事情呢，都跟业力有关。哎，但是只要肯老实念佛了，善根福德啊，就提升得很快速了，很多问题都能解决掉。哎，我们有遇到啊，很多众生干扰。哦，那一位老师啊，建议他你进了念佛堂。哦，当然，那个念佛堂啊，很清净。在东北白果兴隆寺这些寺院都精进念佛还有卧佛寺这些道场都很精进的因为啊。这负责的法师常慧法师圣超法师，他们念佛功夫都很高啊。结果在这样的道场念3个月完全化解掉了。人身体越来越好了。不然你不能解决掉啊。那继续这样干扰下去呀，身心都最后都崩溃掉都有啊！现在有这种情况的人不少能把这个念佛法门介绍给他，万德洪名的利益告诉他，可能救了一个人，甚至是解了一个家的
痛苦了。哦，啊，自心回向。哎，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呢，每一句很重要啊。自心回向提醒我们净土回归哦，不然你做了好事了啊，有希求此生跟来世的福报啊，那你所做就翻转成为轮回的福报了，就不是往生的资粮哦。所以要自心回向，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这个自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只要我们肯照着这个经文去做了，然后求生极乐，没有不满愿的，无不遂者，就是万修万能具。都能圆满。接着经文，这个是属于悔过得生愿。经文讲了，若有宿恶，师长这里说了。这是假设啊，实在讲啊，真的，哪一个凡夫啊没有造罪业呀？那我们这两三代人呢，这感受就深刻了。还没学佛以前也不懂啊，我看小时候不懂啊，杀害很多昆虫啊，光是金龟子。折了他们的手脚都不知道折了多少啊！难怪这个啊，常常手脚会去撞到，伤到啊，这个不离因果啊！所以这一愿对我们这几代人呢，给我们信心不要担忧有弥陀的愿力啊加持。以前造的业，不要恐惧闻我名号，极致悔过，能够忏悔改过而且呢，这个忏悔改过不能是嘴上讲的嘛，有忏悔的心，一定有忏悔的行为了，就像。哎，我们承德以前杀业重了，不止自己杀业重啊，祖上也有杀业啊。我爷爷以前的祖先呢是捕鱼的，这杀业不轻哦。哎，那我们这个忏悔当中啊，非常重要的是什么？真正感受啊，被我们伤害众生的苦，你这种忏悔的心啊，去念佛啊，那个化解的力量就大了。我们感受感受啊，比方说今天你去给人家道歉了，你说对不起，你看。他原不原谅你啊？你感觉到对人家的伤害了？哎呀，哇，你流着眼泪，哎呀，太对不起你了。对方的心就软，这 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所以，比方说，有附体了，附体那是。冤亲债主了，我们曾经伤害对方了，你是要升起那个真的觉得太对不起他的心，去念佛去持经，就有感应了。你感动他了，他说好了，算了算了，后面的不用了。
哦，可是你假如那个心念啊，我持咒，赶快把它打退。哦，你那个心是跟他对立的啊，你是嫌弃他的啊，你看你明明欠我债啊，还这种态度，那可能就化解不了啦，效果有限的。所以假如哎忏悔了，哎，他怎么还这个找我麻烦呢？这个还是要反思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忏悔的效果如何啊？跟自己的心啊有关系的啊。我们有时候在检讨事情啊，都会检讨是哎有啊。佛我念了，经我读了，那个是外相而已啊，心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真心啊？好，那唯道作善，遍持精进，愿生我刹。哦，那这一愿，老和尚讲了，待业往生呢，就要注重忏悔，用什么方法呢？念佛，再重的罪业，佛号都能够消除，这慈云灌顶法师啊，给我们开解了。所以我们有信心啊，要自诚忏悔的心啊，来念这一句佛，这个什么业力啊都能消除掉。那这个忏悔啊，老人家这里啊进一步讲到啊，张家大师教导啊，这个忏悔啊，重要的是什么？后不再造。哎，一个人说忏悔了之后还犯了，这个心不够真切了。哦，假如我们感觉啊，我做的这事情伤对方太深了，你还忍心再一次吗？不愿意做了。哦，所以知过即改，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好，所以真忏悔啊。不是在形式上，是在心上。当然啊，师长这里也说啊，形式啊就像唱戏一样表演，做给一些啊没有学佛的人看的。那个是劝人啊，让人家看了这个忏悔啊。这样的庄严，这样的隆重，这样的发自内心，触动他的善根。哦，比方说，哎，刚好我们聊到以前这个吃肉吃太多了，还吃活的啊，哇，这，哎，把自己的这种感悟啊。哦，比方说像承德自己呢，有一天切这个柳橙呢，一切呀，不小心刀划了，那柳橙比较光滑嘛，其实啊会被刀切到啊，还是心不够专注，又想什么事了啊？所以修行人呢，今天发生啥事啊？能反观呢，经一事就长一智了，一定有分心了，咔一下切到了，切到食指啊，长度啊还不够1公分呢，哇，这痛的整个头皮都是麻的啊，在那跳啊，太痛了，突然在那一刻啊，起了个念头。哇，那个猪被杀的时候，那个伤口多大啊！我现在才这么一点点，就痛痛成这个样子。
感受到了啊，众生被杀的痛苦了，哎，就不愿意再吃了。哦，哎，我们把这些自己忏悔啊，哦，哎，或者一个人谈了啊，我以前呢忤逆父母了，伤我父母很深了，哇，他讲了流眼泪啊，很忏悔啊，哦，然后我现在怎么做了？啊，我要弥补啊，哦，哎，讲着讲着，可能听的人都流泪了，哦，所以这个从形式上呢。是表演的啊，当然是真心表演啊，不是做假的啊，不像演员一样啊，是真心的哦。当然演员也要真心才演得出来，也要入那个戏嘛啊。对，哦，当然有一些演员呢，啊，我好像听说有些演员演佛门的这个戏剧啊。演完之后，哎，出家了，哦，那个有演进去了，嗯，啊，因为演戏也是一个机缘，这个鉴真东渡啊，好像有拍成电视剧啊，哦，那个演员，不知道我的消息有没有听错了啊，好像说这个演员是不是出了家了啊？不是很确定了，但是你看他拍戏那么长的时间呢，他就，哇，他就在感受那个祖师的那种慈悲呀，那种心境啊，熏着熏着熏着，哎，可能把他过去生的善根都唤起来了，哦，所以这个拍戏啊，尤其像《鱼精义工玉照神记》啊，拍成电影了，哇，很多地方啊，以这个。为这个教材啊，放这个片子给学员看呐，哦，感动的人不少啊，那是改过的榜样啊。哦，所以这个真诚的忏悔啊，这极致悔过，忏悔啊，对不起别人。也要忏悔，对不起自己啊，糟蹋了自己的福性啊！哎，人要先对不起自己啊，接着会对不起别人了，自欺之后啊，才会欺人了。哦，所以要深深唤醒自己啊！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啊！啊，弘明正章自性啊！哎，这个就是啊，不愿再糟蹋自己了啊！十本不离啊，无量光寿是我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我开始觉悟了啊！十本不离，直趋觉悟。这叫挚爱，挚爱才能爱人呢。啊，欲爱人者先挚爱，啊，欲度人者先自度。啊，我们现在希望亲戚朋友修学得好啊，我们得先带头学好。啊，为人演说啊，演排在前面。那唯道呢？啊，老人家这里讲到了，啊，这个道讲的是定慧，啊，唯道做善了，唯道就是在道中啊，就不在劫难当中现在共业很强啊，每天天灾人祸不断啊。战争都频传了，啊，那共业当中啊，有别业，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护好
我们就不会来招感劫难了。所以遇到危急呢，心也要安定。那个观世音菩萨，众生都有急难恐怖啊，但知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所以这个观音圣号啊，一定要交给孩子啊，交给亲戚朋友啊，他能接受的，我们一定要多提醒他，因为一个人生酬业而来呀，我们都有带业力呀。大家有没有见过哪一个亲戚朋友这一生没有逆境、没有恶缘、没有任何灾祸？你们遇过吗？对呀，哎，那灾祸有时候你走在路上，刚好那个路不够平啊，一下你就跌下去了。那个都有业力在呢。哦，当然，那个快跌下去的时候是妈啊，还是阿弥陀佛啊，还是观世音菩萨，那不一样了啊。哎，哦，那师长这里讲，你要在道中啊，要修定修慧。定呢是清净心，心不被世间这一切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污染，这个叫定。哦，那这个要就是贤护等16正士啊，贤护就是首先护自己，护好自己的清净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哇，这一句话首先落实在面对手机这个对镜啊，不然你清净心就被它扰掉扰了。看到半夜了，脑子发昏了，发胀了，还睡不着觉。影响隔天，哎，这个都摄六根呐，六根要拉回来，不能往外散这个勿听，彼说长，此说短呐，不关己莫闲管呐，人家一谈八卦是非了，你好奇心又起来了。要掺和一脚，这个就受染污染。哎，哦，那定啊，要练习的，定须习也。啊，你说六根要收摄回来，啊，要练静念相继，啊，能静念相继啊。都是六根呢、啊，这六根慢慢就收回来所以念佛是习定，我们每天半个小时，固定念佛，这个习定了、啊，当然多多益善了啊、我一下讲2个小时，很多人就皱眉头了，又有家庭，又有单位的责任嘛。所以我们要学习阿弥陀佛啊，对人呢，可不不可，都是很柔软的。你看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愿，闻名得福愿呢，你闻他的名号了，你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呢，还得福报。没有苛刻要求，你这一生就得给我去啊，不去我不理你了。阿弥陀佛很慈悲啊！你这身没去了，哎，他还加持你，寿终之后升尊贵家，得到福报。
哦，所以阿弥陀佛在这48愿里面的平等心，这个柔软的心啊，我们学48愿最重要的，学阿弥陀佛的纯心啊，学阿弥陀佛怎么考虑事情的啊。哦，你看我们接下来讲到呢，国无女人怨呢。你看，有女人跟男人啊，战争就停不下来了。哦，有分别的。啊，所以通通都是男生啊，就没有这些问题。哎，所以因为阿弥陀佛考虑周到啊，所以去了不会有吵架的现象啊。哎，哦，所以大家假如。持一个家，持一个团体啊，哎呦，就要学阿弥陀佛，怎么做到平等呢？不然呢，家里团体啊，就有纷争要出来了。哦，所以学48愿是学做人做事啊。好，我们看过这个德育故事。正莲。啊，睡礼。明太祖朱元璋颁了一个天下第一家给他们家里人超过1000人啊。可能是皇帝觉得他每天这个家族里面争吵不休啊。哦，哇，他们家也超过1000人，还能相处得和谐，真的吗？哎，我去这个给他测试测试啊，真的还是假的？啊，出了一个考题啊，送他2颗水梨啊，哎，看他怎么处理啊。诸位仁者啊，哎，你们家有很多人啊，送给你2颗水梨，你会怎么处理啊？这个衣服收起来，走进房间里面，把孩子叫进来，来来来，赶快进来，嘘，小声一点啊，来来，赶快吃梨子，哦，哎，你这么做了啊，以后你的孩子长大了也这么干，哦，来来来。哎，哦，所以你说家道在哪里传呢？在吃东西的时候传家道的。哦，你看一吃东西，首先，老人先吃，长幼有序呀，孝顺呢就在里面了。哦，所以这个正点。啊，人家不慌不忙了啊，很从容。哎，来，拿2颗大水缸来啊，盛满水啊，一边一个啊，把这个梨汁砸碎了，渗到水缸里面去啊，不用急啊，一个人一碗啊，通通都有份啊。你看大家感受到那种平等的爱护。啊，那个关系远的了，啊，关系很远的。哎呀，我也有一杯啊，哇，喝了眼泪都掉下来了。哦，比较近的呢，哎，对父亲肃然起敬了。哦，你看，父亲一个大家族的，啊，大家长，哎，你看这么处理事情，哦，那个阿弥陀佛也是考虑事情的平等。好，你看往生的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平等了，假如甲加持的多，乙加持的少，铁定他就不高兴了。哦，那定呢要习啊，所以我们要念佛啊，要读经。
都是习定。啊，当然真正懂得习定了，那提醒自己啊，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任何动作啊，都不能急躁、慌张。做任何事啊，提醒自己要专注。啊，一个不专注的人是不可能习定的。那专注不慌张，啊，哎，我们看《弟子规》的京句啊，哎，也是习定哦，步从容，啊，走路不能走得心慌意乱的，啊，走路。哎，一步一弥陀啊，念念相串即是佛，不慌张。啊，宽转弯，勿触棱。啊，连讲话都是习定。凡道字，重且疏。啊，哎，讲话每个字很清楚。啊，有时候听人家讲话听不清楚啊，哎，讲话的人呢？咬字不清楚，啊、哦，或者太快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心不定，讲话才会快。哦，所以讲话也是在练定，勿急急，勿模糊，不能着急。啊、哦，大家有没有经验？讲话讲着讲着都有点喘了。啊、哦，那个自己要关照到了。啊、哦，我也曾经哇遇到讲话很快的人，啊、哦，我说，哎，讲慢一点，他说我这个人讲话就是这样，哦，我们比较笑着给他提醒一下了，嗯。哦，修行人不能给自己太多理由借口啊，不然就很难改了。哎，人家肯提醒我们，我们要珍惜了。哦，还有呢，慧呢是对于一切法都能够通达明了，而不迷惑，这就是慧。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一个时代。正如同《楞严经》上说的，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你要有能力辨别，这是慧，不至于学错了法门。哦，这法门要判断，善知识要判断。哦，藕益大师讲六度。啊，这个我们复习一下啊，这个开解的很精彩啊！真能念佛，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是吧？啊，我们身心放下了，好好念佛，都是供养众生。啊，你身心都能放下了，身外之物更容易放了。真能念佛啊，不复起贪嗔痴及大持戒。你佛号一生接一生呢，贪嗔痴没了，持戒就是为了调伏这些十恶业嘛。嗯，没有贪嗔痴的，哪会再造业了？这持戒啊。啊，真能念佛，不计是非人我，极大忍辱。啊，念佛一生接一生呢，这些人我是非呢不起来，就大忍辱。真能念佛啊，不烧见断夹杂，极大精进。你看，一分一秒都没有空过了，精进呢。没有间断夹杂，
啊，真人念佛啊，不负妄想持足，他没有妄念再进来，没有妄念再相续了，啊，正念分明了，大禅定。妄正念是禅定啊，真人念佛，不为他起所惑，他起就是其他的路了。哇，你死心塌地就是这一个法门了，谁讲都不会动了，就大智慧。哦，你看念佛里面有六度啊，哦，好像是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讲到了，啊，阿罗汉来给你劝，你也谢谢他，我还是老实念佛，啊，佛来给你劝了，啊，你还是跟他，我还是都不动，哇，那你这个真正信了，不动摇了，啊，这不为他起所惑啊，这个是智慧了。哦，那老人家讲到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请问我们亲戚朋友身边有没有邪师啊？我们不能看到这句"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好险啊！我遇到老和尚了，哎，就没了。哎，你要把。亲戚朋友放在心上啊，哇！现在邪师那么多，哎，我得教他们判断呐、我们前面都有讲过啊，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更重要的，有机会啊，要供养亲戚朋友啊，哪怕他还没有学佛啊，哎，你告诉他了，他能判断。现在邪的比正的还多啊，法弱魔强啊，这是末法的现象啊。第一呢，一定有师承。现在呢，邪师都是突然之间开悟了，那个不靠谱六祖坛经说的，威因王佛以前有无师自通的，威因王佛以后没有了。一定有老师的，而且他是有传承的。哦，你看老和尚传承李炳南老师，李炳南老师是传承印光祖师的。哦，再来呢，不会以神通度众生。他一信神通了，明天没走就有问题了。这佛门的规矩啊。现的神通暴露身份了啊，暴露身份了，就走了。好，哦，我们看那个邪师啊，哇，几千个人来啊，参加会议啊，哇，就在那里，你公开讲，你上个月是不是出车祸啊？讲的那个人，哇，好厉害啊，信他信得要死啊。把他骗得一愣一愣的，佛菩萨就讲经说法，让我们明理，不会都是用这种，他为什么知道啊？他可能养了一些小鬼啊，鬼有鬼通啊，他可以知道一点事情啊，就把你给忽悠了，给骗了，所以这些要懂啊，包含善知识是谦虚的。我会一直标榜自己，邪师一定很会标榜自己一定没有德行的根基，所以我们扎三根呢，除了把自己的德行扎稳之外啊，我们懂得判断人，哎，一看。他也不孝顺父母啊，他也不友爱兄弟姐妹，那铁定
不是善知识啦。哎，太上感应篇里面这些句子，不张人短。啊，你看他常常一开口就是批评人了，就是刻薄啦。哦，这个德薄者啊，其心苛傲、苛刻又傲慢的所以见人皆可憎呢、觉得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啊，口中所许可者少，都不会赞许别人了。得胜者其心和平啊，平和啊，见人皆可取。哦，所以他会常常赞叹别人啊。哦，那赞叹别人跟普贤行相应啊，礼敬诸佛。常常批评人呢、就不尊重人了。礼敬诸佛的不批评人，所以你普贤行。你都可以判断人有没有德行啊？哎，称赞如来，哦，所以学三根有不少好处嘞，能判断人，不会判断人可会出大事啊！你跟错人了，那镶嵌入火坑，那还得了啊？还有，你要成就一件事啊，你一定要会看人。不然呢？那么重要的事，你用错人了，这事就黄了。啊，我们呢，当然会很难过来啊，大众受连累所以面对因缘，度德量力是衡量自己的条件，审视你要考虑形势成不成熟，再来是择人呢，你要用对人，人存正举。人亡正息呀！哎，今天用了一个要明文力养的人，然后还要大家配合他去搞明文力养，那这不是变成共业吗？哎，修行人是脑子要清楚啊！哎，要和气了，算了算了，和气吧。那和气一起去搞明文力量啊！知和而和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啊！你看《论语》那话讲得很精彩啊！礼之用，和为贵。哦，家和万事兴啊！可是你和要见和同解啊！你不能和了之后往错误的方向去走啊，不对呀、那怎么办？还是和啊？你不批评他，不跟他对立，你要把对的做出来啊，让他看了不好意思了，生惭愧心了，这是真正对他的供养啊。你不能和到最后这个同流合污，那也不对呀、这法不能用错。因缘哦，因缘是什么状况啊？你要用对哦，不然呢，我们学佛变成和稀泥了，那不行了，学成乡愿了，好好先生啊，大是大非你都不站出来，那这个团体就没有是非了。哦，然后啊，这个判断善知识呢，他一定是淡泊名利，不搞名闻利养，孔子说，士至于道，读书人至于大学之道啊，自利利他了，而此二一二十者，未足以义也。他还会不高兴，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了，
那他心哪有在道中啊？他看重这些物质的享乐了，那不用跟他谈道了，不相应啊，安贫乐道。啊、哦，当然了，安贫乐道是对自己啊。哎，这一点在法不能用错了啊！哎，比方你吃素了，啊，你不能强迫的家里人全要跟你一样啊。教人以善，勿过高啊！你最起码要先等你的厨艺提升了，是吧？哦，所以老和尚很柔软啊。哎。在家人问了，家里啊，现在要开始吃素了，啊，可不可以放一点调味的葱蒜呢？老和尚，当然可以啊，是吧？不然你一调，这些东西全部没有了，全家人很怕吃饭的，是吧？你煮了老半天，不吃，好像对不起你吃，哎呀，没啥味道。吃的挺辛苦的，啊、哦，有些家里的人很有修养啊，怕你难过了哎，最后再出去吃一点，哎，我们先学佛，不代表我们比较有修养啊，大家不要着这种相啊，哎，哦，我们有时候学了很多年了，那个果德还不如我们家里没学。嗯，好，哦，所以这个孔子这些话都是判断的，哦，包含这个《资治通鉴》一开始啊，就谈到才德论，啊，什么是德？正直中和之谓德，啊，正，公正无私，直。直很真诚，直率啊，不会用心机呀、啊，啊，不会耍手段。哎，中，哎，中道啊，不会很过激，不会过，不会不急啊，和，很和气，柔软，温和。哎，这个是德，聪察强毅，聪明，哇，观察力很厉害，很犀利，啊，强，哦，做事很猛，毅，很有毅力啊，哎，这些是才能哦，不是德哦，但是我们想一想，才能比较吸引呢，还是德行比较吸引人呢？才能，嗯，所以我们在用人的时候啊，德为先哦，才能是为他的德所用的。你用到一个才能胜过德行的人，你就驾驭不了了，最后你的团体就会，元气大伤。哦，我们见过企业团体都有啊。你用错一个人呢、啊，最后把差不多一半的员工都带走了，所以要用对人哦，不然成不了事哦。你有好心哦，也会办了坏事哦。好，啊，所以定慧等持是为道，啊，慧面对境界要清楚。对人、对事、对物要清楚。做善是修福，所以这个经文里面也是教导我们福慧双修。啊、哦，是师长这里说了，哎，我们三皈依，皈依佛两足尊，就是福慧圆满。要度众生呢、啊，也要有大福报哦。你看杜甫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啊，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你没有那个福报啊，你也护不了那么多人啊！啊，你看我们晋中同修啊，都被老和尚的福报护着呢。哇，你看我们现在有共修的团体呀，学会呀，老和尚的福报啊，为什么那么多支持啊？人家佩服老和尚啊，感恩老和尚。好。啊，那这个师父呢也举例了。啊，我们一心称名啊，发愿求生净土是慧。啊，我们修三福、修六合、六度啊是福。所以，福慧双修啊，就在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当中了。哦，哎，那阿弥陀佛，他福慧修得好，所以阿弥陀佛念念都在作善，教化一切众生，啊，诸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啊，帮助一切众生。这个是法布施，哎，建造西方极乐世界，让我们到那边去修学，这个是财布施。啊，因为他五劫修行啊，成就了极乐世界，我们到那里去享受啊，所以他老人家是财施、法施、无微布施啊，都做得圆满。所以他是最有福报的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他的无微不施很圆满了，因为往生的人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哦。这个无微不施是彻底了，不是解人家一时的这个恐惧忧患而已啊，是从此不再受苦了。这是无微不施圆满了。哦，遍持经戒。哦，那这里是我们持经啊，这个是读诵。而且要劝别人。啊，敬业三福后面，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个就是遍持经戒。哦，那师长说的。我们呢，先以持啊《无量寿经》啊这一部经通达了，往生有把握了，啊，才可以涉略其他大乘经典。啊，这也是老和尚啊对我们的观机，对我们应机的指导。其实《无量寿经》啊里面的义理啊。所有大乘经论呢，都含摄在里面了。我们看《无量寿经》有没有五戒？哇，你看在家人的指导好多啊！这个五浊恶世啊，五恶五痛五烧啊，那第35品经文就指导我们怎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有五戒在里面的，有十善呢，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里面有六度啊，提了好多次这个行菩萨道提了好多次了，普贤行，48愿里面提了。德尊普贤第二详细开解所以这一部经啊，含摄大乘教理的精华那我们自己感受感受吧。哎，我们现在学一部大乘经啊，我们扎了根，好好扎根，学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我们自己觉得
有没有深入？精进啊，精才能进步啊！哎，我们一步都学得不深了，你再去学2步、3步啊，感受感受，自己更有帮助吗？啊，这个不能强迫的啊，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不好强迫啊，但是可以自己去感受感受，师傅领进门啊。修行靠个人了，啊，你集中时间精力深入一部经，啊，你看深入科注啊，哎，科注83本经，110部论祖师的论著，来诠释每一句经文呢，啊，哇，你就深入进去了。啊，我自己的感觉，你同时学2、3步啊，学了好一段时间呢，好像也掌握不到什么重点。这我个人的感觉，我的根性比较差哦。哦，这我没有强迫大家哈，这个自己感受到了，就很愿意去做做个比喻啊，就像挖井一样啊。你今天挖一口井，挖挖挖挖，又去挖第二口井了，啊，第二口井一挖挖挖，又挖第三口井了，啊，最后呢，水都没挖到。可是呢，你挖了好几口的时间精力啊，你只挖一口井，可能就挖到水了。哎，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个42章经里面指导我们专啊，老和尚还比喻啊，那个放大镜你看一束光照在一个纸上，烧不起来啊。同样那一束光，你拿个放大镜啊，它聚成一个点，连钢板都可以穿过去了。啊，这个是专的好处了。哦，所以师长这里提醒了，学太多学杂了，恐怕往生成问题呀。哦，所以啊，我们现在人都讲求策略啊，策略啊。老和尚这里有教导我们四弘誓愿。好，头2愿呢，现在办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那个对治习气哦，发现自己过失啊，立刻就痛改啊，改正自己过失叫真修行啊，这样心地就慢慢清净了。而且从哪里开始改？烦恼无尽誓愿断，从最严重的那个烦恼。这个才是真干了，真相到了，啊，你一开始面对的是最严重的，后面的就比较轻松了，后2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到极乐世界再办，啊，但得见弥陀啊，何愁不开悟，哦，而且去了之后啊。你于一念起遍游十方佛国，啊，你去供佛修福啊，听十方佛讲经说法修慧，哇，那个福慧的增长速度啊，十方佛国最快的了，哦，那就何愁不开悟了哈，哦，好，哦，那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啊！哎，那这一句经文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过去做造极重的业障啊，还会不会受报呢？不会了。
绝对不再堕三恶道。悔过得生啊，还不堕三恶道了。哦，老和尚还举了个例子，提婆达多，他造恶了，这个破坏正法，忤逆罪，他要先堕地狱门了，才再出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命中不复更三恶道了。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啊。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性，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好，那这一愿啊，这有两愿啊。这个国无女人愿，厌女转男愿，好，客观来讲呢，做女人还是比较辛苦啊。好，所以师长这里说了，有男人有女人不平等，还搞得要争取女权运动，这样会打架。所以这个考虑周到，身相啊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而且呢，我们往生之后老和尚说了，佛来接引啊，佛光一照。这个化身呢，立刻就现前，我们肉身就舍掉了，新的化身呢，跟佛一样了，我们前面学习到了，往生呢，身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都是平等的，所以它那是平等真法界。不是说极乐世界像一个小孩慢慢长大那就有生有灭了。西方世界没有生灭，完全是化身。所现的身相啊，立刻跟阿弥陀佛一样的相状。一想到哎呦，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哇，就很高兴了，觉得很 lucky 很幸运啊。哎，就求生的心就越切了。好，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啊。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真呢，就没有变。佛门的概念会变的都是假的，会生灭的都是假的，所以一真法界它不变，唯心所现，它是真心所现的，唯事所变，我们的分别执着啊，所以那个身体一直在变，这个世界一直在变的，无常。但是呢，极乐世界呀，它是景观是恒常不变的，只有一个东西呀会变，就是七宝池中的莲花，因为十方世界呀，有人真正发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七宝池就会开一朵莲花出来。那个人的心很真诚啊，念佛念得很勤啊，那个花就慢慢越长越大
那阿弥陀佛啊，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了。啊，这个花呢，这个莲花是你自己的念力，还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呀，啊，两种力量成就的。哦，那这个念佛的殊胜呢？啊，在魏晋南北朝，晋朝啊，有一个修行人，啊，他念了7天呢，赶阿弥陀佛现前给他说法，他一听啊，就证无生法忍这一个修行人呢，大家应该认识啊。叫觉明妙行菩萨，有一本书就是记录他的教导，叫《西方阙止》啊。因为晋朝时候啊，他跟12个同修一起修行，只有他往生了。哦，结果到了清朝啊，这些同参道友又聚在一起了，哎，因缘具足啊，他来度他们。哦，哎，里面有很多开示啊，很精辟啊，大家熟悉的，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就是觉明妙行菩萨教的。哎，他还有一句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打的念头死，就是妄念不要再起来。你的真心就会现出来了，打着念头时，须无法身活那法身就慢慢恢复了。哦，他还有另外一首偈呀，哎，我们可以想到这个莲花化身阿弥陀一句，万法之总持啊，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一切佛你都没漏掉了，一切菩萨也没漏掉了，一切经教也没漏掉了，一切禅宗公案也没有漏掉了。啊，这不是我讲的，是藕益大师讲的。啊，万法之总持啊，身与心相依。哎呀，我们念佛的声音，心念得清楚，声音听得清楚。身与心相依呀，念之复在之，念之在之啊，感应不思议，连开七宝池。哦，所以我们在那念之在之啊，很恳切的一句接一句呀，感应不思议啊，你在念的时候，那种莲花就起交感了，啊，就越来越大了。哦，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就想着观想，莲花越来越大了哈，就会念得更积极哈，更恳切呀。哦，那这里师长也提醒了，如果念到几年不念了，改变主意。学禅去了，学密去了，啊，这个花就枯了，所以这个都是感应道交，呼应同时好，那师长这里讲，从第18愿呢，十念必生，到这个地方呢。哎，都是闻名得殊胜利益之上乘呢。这些利益都是殊胜真实。就是18愿到24愿。那底下的。以下是从第25愿开始的，
啊，我们念一下经文啊。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欢喜信要，礼拜归命。啊，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啊，这一愿呢，叫天人礼敬愿呢。哦，所以你真正认真念佛修行啊，哎，大众恭敬你，天人礼敬，这个礼拜归命啊，礼拜呢是心有恭敬心。所以，我们对于阿弥陀佛啊，恭敬念念不失啊，无论在什么时候啊，对佛的恭敬心都在。哎，这就叫礼拜。哎，这是老和尚给我们开解哦。哦，你看老和尚一开解啊，你看每一句经文都挺重要的啊。哎，你心上真有恭敬了。真有了，那不会是你礼拜的时候才恭敬啊？不拜了就不恭敬了。哦，那印光祖师有说了，啊、哦，我们要主敬纯诚，啊、哦，就是人时时有这种真诚恭敬心，啊、哦，时时觉得呢如面佛天，啊、哦，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啊？就好像佛就在你面前了，你面对佛了，啊，佛天呢，好像你面对上天了，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了凡四训举了一个榜样，照遍，啊，宋朝一个名臣啊，照月到焚香告地啊，啊，他每一天。啊，到了啊晚上了啊，哎，一天所做的报告上天啊，我今天做了什么？假如不敢报告上天了，就不敢做了。哦，所以你看这个印祖这个指导很好啊，如面佛天。哎，你常常这么想了，这个心自然就恭敬起来了。哦，那谈到礼拜啊，哎，老和尚进一步也提了，啊，中年以上啊，哇，现在这一句中年以上啊，我已经在里面了啊，时光飞快呀，啊，我记得我刚出来跟大众分享的时候啊，听课的人比我多的很多啊。为什么我出来讲的时候，底下当爸爸妈妈都比我大？现在不知不觉上课的时候，哎呦，比我小啊，不是比我小3岁5岁啊，比我小1倍呀、啊！哎呀，这个一份时光，一份命光啊！哦，过了中秋了，连个消息都没有。警觉性要高啦，哎，哦，老和尚常说，能不能往生啊？不要问别人啊，要问自己啊，啊，检查检查，一天当中啊，善的念头多啊，还是恶的念头多啊？啊，一天当中佛号多还是妄念多啊？哦，这不要问别人了，啊，这修行人自我勘验呢，自己检查自己啊，啊，我们以前学校读书，啊，有段考，有月考啊，啊，能检查检查，哦，你这段时间学的怎么样啊？现在修行啊，没法考卷了啊。
没发考卷的，其实是随时在发考卷。诸位忍者，今天大家考了几次试了？早上发生了什么事啊？哎，那都是考试的。今天有没有担忧？有没有害怕什么事啊？你担忧了，就是对这世间牵挂很多了。好，好的。中年以上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也要体察社会状况。你体察了，你讲的话就不会太高了，让人家一听完了觉得不错啊，但是呢，做起来很有压力呀。你看老和尚教拜佛。至于拜佛，拜多少拜呀？随自己。这不需限定。你有时间呢，多拜几拜；你没有时间，少拜几拜。假如老和尚讲，一天不要少于300拜，哇，有些人下次就不来听了。但心里有压力了，或者见了老和尚要拜300拜啊，下次来老和尚拜了没有？下次不敢来了。现在的众生呢，你不要吓跑他了啊。心地要柔软了，体恤他的情况啊。哇，你讲出来的话，他就觉得，哎呀，老和尚怎么这么理解我啊？哦。他觉得你很理解他，你讲的话他就容易接受了。这就是人情世理啊。这个格言别录啊，好多都是教我们人情世理，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当使其可从啊。攻人之恶，勿太严。你要提醒他的过啊，不要太严苛了，要使其堪受。那批评到他的信心都没有了，这太过了。提醒当中带一点鼓励不要一批评了就这个讲话很犀利啊，对方都皱着眉头了，你入无人之境讲都停不下来。当时，这个攻人之恶，勿太严，使其堪受。你要能感受到他的承受度。好，现在的人信心不足啊，要多鼓励这都是应激哦。那这里讲拜佛啊，当然了，拜佛也不能自欺啊。自己在懈怠了，说老和尚说少拜几拜没关系呀，那你把老和尚的体恤拿去做借口了，那陈德就联想到了，有同修问了，一片光碟要听几遍呢？那怎么回答？一定要听30遍以上，你把人吓跑了。这个我真的遇到我刚好有一次人家问了，我说你假如听一遍，觉得还挺有味道的，再听几遍，你假如听个2遍呢，快吐了，赶快换下一片。你要保持在很欢喜，你才会很想去嘛。你的手在那里，听到第三遍已经根本听不下去了，再撑到第30遍的时候就崩溃掉了。
哦，所以你看，回答一个问题，也要考虑到众生的状况啊。哦，当然，你回答了，至少听3遍以上。啊，这又是一个回答了哈。哦，为什么说至少呢？现在的人听一遍，根本心都还没定下来啊。其实可能很多重点啊，走马看花了，囫囵吞枣了，3遍了，一个人假如听3遍听出味道来了，他自己就会继续听了，假如没有味道了，他哎呦，好，3遍了哈，他也不会痛苦了，哦，好，哎，我们。学48愿呢，学阿弥陀佛的心啊！你听老和尚讲经啊，你也是学他的心啊。目贤当目其心啊，他讲出来的话，他的心境就流露出来了。哎，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众生喜欢亲近他老人家？这是结果啊，原因是什么？设身处地啊，心地柔软啊。都不是偶然啦，法缘好，那也不是偶然啦。我们内行人看门道啊，我们要在老和尚的讲解里面看出门道来，啊，看出怎么做人，怎么处事来。老和尚说，现在工作啊，坐着少动啊，缺乏运动啊。哦，所以学佛的人呢，因为少动了，所以提倡要多运动啊，真的人不运动啊，铁定身体慢慢经络就不通畅了。哎，我们修行人不能贪着身体，但是也别糟蹋身体啊，不要过于不及哦。你还是要让它保持很好的体力啊。借假修真呢、礼敬诸佛，这个身体就是诸佛啊！况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哎，今天遇到一个差不多15岁的孩子，我说别熬夜哦，他就笑。我一看那个笑，一定这几天熬夜。哦，然后他说：“哎呀，这个现在一些成绩呀，比较赶不上别人了，他就会紧张嘛，得失啊。”我说：“你看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呢，你看他们的自传，你有没有曾经看过哪一个成功的人说：‘我成功是因为我初衷啊？’”物理考了90分呢，数学考了100分呢，所以我成功了。你没见过吧？其实就是安他的心呢。既然这跟你人生的成就不会影响，你何必这么挂碍呢？这么得失干什么呢？哦，用平常心去面对就好了。再来，你觉得是紧张的时候呢，写考卷会写得好，还是紧张，还是放松的时候呢？当然是放松的时候。对呀，那你现在搞得那么紧张，还熬夜，那不是适得其反了。哎，你这个身体呀，是要用一辈子的了。你把这个身体搞坏了，你以后事业要用身体嘞，你家业要身体嘞，你道业也要身体嘞，这个太不划算了吧？哦，这些，哎，大家不要小看这些观念哦。
我以前我不懂啊，我假如知道胆经11点到1点，肝经1点到3点，这个最重要休息的黄金时段呢、啊？你看现在体能不好啊，都跟初中那时候、初高中的时候熬夜有关系的、都离不开因果啊。老来疾病都是壮年的时候落下来的病根呢、啊。哦，所以《黄帝内经》呢，饮食啊，食饮有节。我们在长身体的时候都不懂啊，那西瓜拼命吃啊，冰棒拼命吃啊，你说身体能好？无知啊，对自己的伤害最大啊。哎，我们现在。懂得这些道理，其实对每一个年轻人的生命都很重要的。危重开法杖啊，长辈要有长辈的慈爱啊。你有机会跟他讲两句了，你看设身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你就能讲他应激的话了。啊，这些孩子啊，我差不多快10年没有见到他们。哎，哇！我跟他们，因为这些孩子以前在我们中华中心啊学习的，哎，他们的英语也不错啊，很小就开始读经典，哇！他们的理解力呀、记忆力呀，哪怕到了体制学校去呀，都比一般的人高很多，所以学习起来蛮得力的。这些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啊，这个叫国宝啊，因为这些孩子啊，他们的缘算很殊胜的我们这个沉船很重要，你要有年轻辈的来沉船啊。结果讲到有一个小女孩啊，她那时候才6、7岁、7、8岁，很可爱啊！现在都已经高一了。他说：“这个女孩跟妈妈说了，她想出家，但是呢，她希望承德法师给她剃度。”哦，我一听说，那我得先修好才行啊，不然没有资格了，是吧？哎，你看这孩子自己发心来了，不是人家。要求他的突然觉得任重而道远了，我们教学的人面对，你面对孩子、面对学生，对你那种信任的眼神呢，对你来讲是一种充电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好。哦，那设想到现在的人缺乏运动啊，你看老和尚说，坐久了要活动活动啊，可以绕佛啊，到外面走走啊，心里头念佛，又运动啊，用功又没有断，调节身体，另外一种方法是拜佛，非常好的运动。身体每个关节部位都运动到了。哦，我们现在家庭生活负担比较重，所以这个下联居老居士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到西了，所以编了进修捷要，又拜佛，礼拜，五经一论。包含禅宗密宗的精华都含摄在这32拜里。你又遍持经界，你又持经，时间又不用很长，又礼拜，又观察，
你看，从第一拜观察本师释迦牟尼佛，观察阿弥陀佛，观察观世音菩萨，哇，你善于观察了，你就向他们学习了。礼拜观察赞叹，你看赞叹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诸上善人，啊，诸大菩萨，啊，还有发愿，啊，随着经文发愿。啊，你看最后不止自己发愿，一心代为生生世世及现在生中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等众，带着大家一起发愿，顶礼三宝，求爱忏悔，普代法界众生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同生净土，同圆种子。发愿还有回向。啊，一同生极乐国，这回向就是扩宽心量啊。哦，所以我们发大愿，我们广度众生呢，同生极乐啊，以这样的心呢，念这一句佛，明熏虚空法界，武力群明啊，所以现在战争很多啊。啊，我们就以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啊，回向一切众生。哦，所以礼拜归命，哦，那归命就是依靠全心全力呀、投靠阿弥陀佛。啊、哦，所以这一部经就是阿弥陀佛。一心依照经典的道理教训去修学，啊，这是真正归命人。哎，除了念佛以外啊，正住双修，哎，我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依照无量寿经教导，哎呀，一讲话和颜爱语，劝谕策进，哎，啊，一做事了，啊，这个。善护身业，不施律仪。啊，一起念头了，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哎，照着无量寿经，就归命阿弥陀佛。啊，还有他的教诲。好，今天时间到了。哦，我们这个已经是25愿了啊，那后面的愿文呢？应该速度会比较快了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假如能把48愿跟大家交流完了，啊，其他的时间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学48愿的心得啊，或者这学了之后呢，自己做当，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有什么受用啊？我们再来交流一下啊。好，哎，我看大家还露出微笑，你们应该是颇有心得啊。好，没有，这个啊，善哉善哉啊，哎，解行相应啊，我们才能提升呢、啊，不能学了都没有用啊。那有解无行，增长邪见哦，啊，会增长傲慢。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